个疑问，永远是我搞不清，不知道他是虚假还是真。直到如今，原是他一两年真，为什么我还不知他心情？我想要问他，问问他，对我说一个究竟，究竟是真还是装假真情？每次想问，想要问又不敢问，那一问始终不会搞得清。装假真情，每次想问，想要问又不敢问，那一问始终不会搞得清。